为什么还没来？为什么没有人到？是不是在这里的吗？阿德，是在这里吧？帖子上写的是不是在这里？是今天吗？我们会不会记错时间地点了？那帖子呢？帖子不是在那吗？你没看清楚啊？我看了，我看了，我每天都拿出来看一遍的，是这里没错啊。没错就好了嘛。 那为什么还没有人来？我们来太早了，时间还没到啦。是吗？哎呀，小春，你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？他们会不会是骗我？这整个婚礼会不会又是一场骗局？他们是不是又在骗我，又是个骗局？他们骗你干嘛了，小春？对，一定是调虎离山之计。 他们两个这时候一定在一起，他们约好了把我骗到这里来，然后私奔去日本，两个一起去。昨天家凡喝醉是装的，老太婆也是装的，他们全都在演戏。小春，阿德，我要带宝宝回去，我要去找家凡，我要去沈家堵他们。小春，他们休想得逞，把我晾在这里，他们休想。小春。 你疯了是不是？冷静一点好不好？他们骗我！他们要结婚了。他们要结婚了，他们马上就到了。阿德，他们这一次真的要结婚了吗？真的，真的，一定会结婚的。 家凡就完全属于我了，再也没有人跟我争他了。是啊，他的人是属于你的。那我们一起进去等他们，我们要一起祝福他们啊。 陈光宇，你是否愿意娶此一生为妻，不论疾病、贫穷、困厄，与他相互扶持，永不背弃吗？我愿意。沈医生，你是否愿意成为陈光宇的妻子，不论疾病、贫穷、困厄，与他相互扶持，永不背弃吗？
为什么老天爷总是不帮我？为什么？王家班，这次我和玉珍的婚礼，陈光宇，这场婚礼不会完成，永远都不可能完成。云生她爱我，她不可能嫁给你的。云生，告诉她，告诉她你爱的是谁。 放过他吧，如果他不爱我的话，他不会和我站在这里。允生，我不逼你，我不会逼你的，我舍不得。允生，你只要亲口说出来，你爱他，你是真心的爱这个男人，我就会走过去，乖乖的坐在那里祝福你。
医生，你别担心，我会再到他妈家去看看，他会回去的。不会的，他再也不会原谅我了。你没有错，你不需要他的原谅。可是我们的孩子在他手上，他带着我们的孩子，带着恨，到一个我们找不到的地方，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，伤害他自己。 伤害孩子，我想都不敢想。云生，不要怕，不要担心，他不会怎么样的，他不会这样轻易就放过我的。那还叫放过？那对我已经是最大的折磨了。带着我的孩子一起消失在这个世界上，让我后悔一辈子。云生，你们还会在乎吗？ 光宇，你们还会在乎吗？在乎他的生死，在乎孩子的安危？你们会放在眼里吗？不会的，你们眼里只有自己，你们只有自己自私割笑的爱情。光宇，他喝多了，当然要喝了，喜酒嘛。 喜酒，那你知道吗？这是全世界最荒谬、最荒谬的喜酒，只有新郎一个人。<笑>我可以自称我是新郎吗？可以吗？医生。 你的愿意只答应了一半，你还是我的新娘吗？还是吗？有什么事，冲着我来，不要吓到云生。冲着你。 让他打，是我欠他的，你欠了我了，你欠我太多太多了。你把我的幸福，我的快乐，硬生生的从我身边夺走。王家凡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人，你毫无感情的，你宁愿放弃自己的亲生骨肉，也要夺人所爱。